今年的第一餐黄瓜能吃了，这个是土黄瓜，这个也是不常吃。手都把这个头菜黄瓜全部摘下来，黄瓜这个就一直摘了，摘下一茬这一茬。头菜黄瓜也是没拿收的，收的这边的，回家也够吃了。再摘上几个辣子。大家好，我是葛燕。刚在园子里边摘了几根黄瓜，家里边还有些荞面。这两天天气可热了，今天就做一个凉拌荞面黄瓜吃。鲜黄面，一份白面，两份荞面。黄荞面的话，用80来度的水和面。和荞面的时间稍微和腻一点，等一下要翘，再点水多出一阵，多出上几回，越出一节，和的盆光手光面光就好了。天后来早活动干的事，这边水过来吧，过来过来，来新窗子咱们家啊。好，哎呦，快来，赶紧上面。来了。看这水可快。你不要看这个水快啊，煮荞面就要水快些了，水少的话就煮出来荞面都不成。你不说我还害怕。不要火大些了。我是够用的。煮出来。捞的倒出来，凉水盆里边拌了。压了三床子，盛一盘子，现在开始拌。黄瓜丝儿，青红辣子白醋丝儿，蒜末，干辣椒，白芝麻，用热油拍一下。盐、鸡精、红醋、老抽、生抽、辣子油。麻油，喜欢吃芝麻酱的再放点芝麻酱，拌起来。拌好了，能开吃了。秋宝，赶紧来吃来。夏天来上这么一碗啊，可美着了，还得待外面吃嘞，房子里秋的。上，这还有黄瓜菜，把黄瓜菜举上。你看看这，拿黄瓜跟辣子，昨天都能吃上了啊。哎呦，这两天这个天啊，烧的人纯粹不行，你说。这两天30几度了，闷热闷热的，吃上这么一碗，凉凉的。这两天啊，就要吃凉心了。烧的开了，连吃也吃不进。朋友们，有喜欢吃河螺的，你也可以尝试的像我这么拌哈。夏天吃上这么两碗，凉凉的可美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记得点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拜拜，拜拜。